Humble Crash 是一款 Q 版风格的动作 RPG 游戏。在本作中，玩家需要收集培养各类的英雄，以三人小队的形式前往副本冒险。玩家和敌人的招式都能够被中断，所以必须要妥善利用英雄的技能来中断或闪躲 BOSS 的攻击，借由反复停下 BOSS 的动作来增加伤害。另外，游戏内不只允许玩家更换操作的角色，还可以设置两名后备队员，让你视情况更换成员哦。